么跟我像？谁说你像呢？你别不要脸了。我像狗呢。想上一口，嗯，这种还来酒吧干？话嘛多，哪上的脖子都做断的，还来喝个？管老子！
you, you redneck lunatic bastard. So, yeah, bitch, I'm gonna bust a nut up in this bitch right now.小板桥火车站，这位老站长啊，已经工作了30年，他经常关心别人，可就是忘了关心自己。这不快50了，还没有娶媳妇儿，就这个问题，大家都叫他难解决。指哪盖几呢？就是也不得多好那个盖几。Oh!
说，摇滚乐算什么音乐呀？